既扣也扣，不扣不成书，故事有新写，老郭有新翻。谢谢谢谢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！哎呀，一看见你们就高兴啊！哎呀，有人说瘦了啊，我很受用啊。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。一只红杏出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这个再来一个定场诗是吗？这从专业上来说按说是不允许的，你们能不能不跟别人说呢？我也能不说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哎，发自肺腑的那么可乐啊！哎呀，看你们都戴着口罩，我就踏实多了，挺好啊。这个去年闹了这么一起疫情，天下事原本如此啊，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不管有什么变化，日子还得过，说还得说，该乐还得乐。戴着口罩我也能听见你们乐，哎，甚至有的朋友戴着口罩我也能想象出你后槽牙那样，很好啊，好好听书吧，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啊。当然了，哎，我也看网上有人说不爱听郭德纲说书，那就是外行才听他啊，这没办法，我们这个做艺人的呀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说书啊，唱戏啊，说相声，服务行业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选择客户，有人来您就是我们的主顾，尽心尽力的按过去这行的老话来说，踏踏实实的伺候您各位就得了，说您接受不了那是咱们缘分尽了，我伺候不了您，您听别人吧，当然你要说你又不爱听，但是你非在这屋把我这桌子也踢了，灯也砸了，你要为这挨打也活该，是吧？你不吃辣，不吃辣就别吃，不吃辣，但是你非拿个棍儿，看见四川火锅店你就过去捅人家锅去，那个人家报警弄你也是应该的啊。哎，这个一说一乐，哪有什么内行啊外行啊，那起哄的事儿。你要不是说中医啊或者大夫那个必须需要内行啊。这病人躺好了，做手术了啊，来大票友啊！哎呀，这回该我了啊！别动啊！嘿，那个必须是内行啊！你说他这个人多爱好，你也不能让他来手术。当然也分什么，你比如说有的地儿也看得出来，就是说他们讲话说内行，吃补品的时候有分内外行，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内行是外行，这个有情可原。你看，内行吃这个东西跟外行区别在哪儿呢？比如说有一样燕窝，人讲话了，外行都吃燕窝，内行呢，内行吃银耳。想了想有道理，啊，燕窝这个东西打外边进贡来的，给皇上吃，说这东西少见。我不知您哪位好吃燕窝呀，也没什么味儿啊，没什么味儿，估计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这么得法，又怕皇上不高兴啊，御医们就跟皇上说这东西大补，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啊，吃吧。打这儿起，哎，就把燕窝的身份抬上去了，到现在他这个东西他也没法通过机器，通过别的呀，它一定还是燕子自己制作，它产量也上不去，是吧？你都是小燕儿跟这儿脆唾沫是吧？
话说的稍微单纯了一点，但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你说也奇了怪，小燕儿吐点唾沫，你就挺爱；猪跟这儿吐唾沫，你们就不要。啊，来个猪啊，大伙儿受不了。它由于它产量低，那这么多年来，它这个价它也下不来。当然，咱也不排除说燕窝里边有营养价值，这是没错的，啊，这是肯定有的。但是内行讲话，内行说我们吃银耳，啊，银耳的药用价值不次于燕窝呀。就这么简单，啊，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；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。人参大补，但补不好了也是事儿，就容易出事儿。黄芪呢，作用跟人参差不多，唯一区别呢，功效稍微慢一点，但是这个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？不上火。啊，你来人参哈，八斤一根，抱着咔咔一嚼，顺鼻子眼儿窜血。黄芪你慢慢吃啊，功效是一样的，钱不一样，它便宜啊，几十块钱。黄芪，人参呢，好几千块钱，对吧？外行吃人参，内行吃黄芪，啊，哎，那个啊，外行吃鹿茸，内行吃韭菜。吃韭菜一样，跟鹿茸一样补，你这个玩意儿对吧？这两者价钱就不一样啊。那听相声，外行听郭德纲啊，内行哪有内行啊？一说一乐，出去别跟别人说没有内行啊，会他们打你啊。一说一乐啊，这个又到咱们开书的时候了。上文书说到哪儿了？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啊！我就等你们这句。这个连着好些年了，在棚里边听我说书的各位啊，两句话是一定要会的，一个就是再来一个，一个就是这个忘了，哎。以后说这得加钱啊！来一个吧！别！啊，你让人笑话啊！会让人说都换了平台了，你们还这样？哈哈哈！这起这名叫老郭有新番啊！我刚才看我还纳闷，我以为老郭有新番薯啊，我以为是卖地瓜的赞助了呢，因为你那薯字掉了呢啊！叫什么不重要。啊，反正是这么一个说书的这么一个小节目，承蒙各位不弃啊，您这么支持这么鼓励，这次跟优酷合作呢也很愉快啊，人家一气儿呢，我们签合同他是定了要四部大书，这是头一部。嗯，也挺好啊，你像在这个年代，这么多追求碎片化的文化的时候，还有平台啊愿意要什么三国呀这类东西，这挺好，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啊，尤其是对我的尊重。嗯，哎，你要让我主动说的话，我估计我不会上来自己爱说三国的，因为三国它不能骗人，还不能想着说。而且这个东西最要紧的就是听三国，听的是什么呀？听的是三国以外呀，三国以内它没有什么呀。故事你们都知道，京剧都唱遍了，河北梆子也唱遍了，电视剧也演了，电影也演了，听书听扣，他这里哪有扣啊？对吧？我也不能瞎编。长门坡两军阵前来了九义十八侠，我肯定能编得出来，编得很好看，但是就违背我的初衷，我不能胡来，因为我上过初中。还得讲理，这个是最要紧的，对不对？再有一个，说书其实有很大忌讳，就是抱着原文给人汤梁子，拿过三国来，三国怎么说，他这儿大概翻译成白话给人一念的，那玩意儿谁听啊？那不欺负人了吗？
对不对？说是说三国以外，你得给人分析啊，当时天下是什么样的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心里边是怎么想的，他如果不这么说事情会怎么发展，咱们得坐一块聊。您多大身份坐在那儿，咱们也能跟您掰开揉碎了讲三国，也得让人点头啊。他不点头，不点头换一个，有的是点头的。所以说三国不容易，但是呢我也很愿意啊。你说这等我老了，我130岁了啊，你让我再说三国，我估计就差着了啊。刘关张就只能记着信儿了，嗯，啊，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。其实桃园三结义里边最重要的是由于刘备，为什么呢？张飞那个性格您是知道的，直来直去，大炮筒子，一高兴怎样都行，性情中人。刘备不是啊，您看看原文，您别说光三国演义，您看看三国志，您看看有关刘备的历史记载，最重要的一句话说刘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这个是最要紧的，成大事的先得做到这一点。倒不是说这人有多阴啊，他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就怕那个狗肚子搁不住二两香酥油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狗肚子，你狗啊喝不了香油，它肠子短，这头喝进去那边就掉地了啊，出来比进去还快。那有的人就这样吗？有点什么事都在脸上写着了。你这在职场上，在单位上班，在哪儿外边谈生意，你的老板判你谈生意，那必死无疑啊，对吧？这一进门好家伙全告诉人家了，怕人听不明白，掰开揉碎再讲一遍，有点什么事这脸上都写着呢。刘备不行啊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多高兴也这样，多生气也这样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啊，说这个胸有积雷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胸有积雷，就这肚子里边啊，打雷打闪，噼里啪啦，狂风暴雨，都恨成那样的。你看那个脸上，面如平湖，平湖啊，没有碰，没有杠。这句不算。平静的湖水，这心里边恨你恨的都不行了。你看我这个脸，还踏踏实实的。说这样的人可拜上将军。对呀，你说在职场上很需要这样的，这也不是说教您各位学坏，最起码也代表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那么今天跟张飞关羽一聊天，刘玄德兴奋的都不行了，打破了他的常规，说明是真喜欢这两个人。当然了，刘备这一辈子就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就是为了关张报仇，那会儿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了，发全国之兵打东吴，以致蜀汉政权的破败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今天呢哥仨在桃园这儿结义了，磕完头站起身来要各续年羹，得说说谁多大了呀，分大小个儿。这一说呢，刘备岁数最大啊，说愚兄我吃长28岁。记着啊，这一年刘备啊28，他是10月28的生日，所以说刘备是天蝎座。哎，你要细琢磨刘备这个为人啊，我不知你哪一位对星座有研究哈，你琢磨琢磨他这辈子干的事儿，很符合啊，很符合。关羽呢比刘备小1岁，27岁啊，他是这个7月20来号的人啊，那就应该是巨蟹吧，是吧？巨蟹啊，嗯，张飞最小，张飞20啊，2月25的双鱼。
哎呀，你说说书容易吗？你以为那钱那么好挣啊？给你个凳子坐那儿好坐，你得能说出点东西来啊。哦，这仨人各续年羹，那甭说了，刘备行大，关二爷嘛，张三爷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定下来的，把座摆好了，大哥您先坐。刘备往这一坐，关羽张飞过来纳头就拜，给大哥磕头，磕完头这儿站起身来，刘备挪到边上去，关羽坐下，关二爷坐好了，张飞撩衣裳跪倒参见二哥，这完事赶紧搀搀起来，张飞往这一坐，该你们俩了，来。这个不是历史啊，不是历史，这要是我在那儿我准这么来一回啊，对吧，该我了，来二位来，那俩人也得瞪眼，去哪儿就到你了啊，很高兴刘关张结义，到后来留下一句俗语嘛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瓦岗一炉香呢，就是听过隋唐都知道，贾柳楼三十六友结拜，大伙儿都说要是交朋友啊，拜把子呀，按桃园结义来，可别照着瓦岗寨他们来。哎，这是句老话，相声里边我们也说这句话，但是也从来没有细致的解释过为什么天下会有这么个说法。桃园三结义，哥仨交情在这儿，但是你要从事业上来说，这仨大男人最后不成功，不成功。你别看他占据了三分天下啊，拿关二爷来说吧，这么大的能耐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大意失荆州，麦城归天。关二爷，张飞那更甭说了，让两个鼠辈范江张达给杀了啊。刘备更甭说了，对吧，为了给关张报仇，发全国人马攻打东吴，最后自己白帝城托孤，江山社稷全完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，这仨人事业上不成功，人生不是赢家。但你看这个瓦岗寨这各位哈，三十六友，到最后大唐朝这都是开国的功臣，有的凌烟阁上都画着图呢，人人事业是个成功者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倒觉得这不成功这哥仨值得我们尊敬呢？这里边有俩字儿，这叫忠义，叫忠义。您就拿这个关二爷来说，在曹营的时候，曹操对待他，那天下人都知道。说书一说到这儿，那上马金下马银，修下一府分两院啊，不能对他再好了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走遍天下也没有任何一家能够给关羽这么大的待遇，不管是荣誉啊，哎，方方面面的都是这份的，但是没有拿住他的心。斩颜良诛文丑之后，听说大哥的笑了，马上我得找我哥哥去，挂印封金，三次辞曹，灞桥挑袍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千里走单骑，我得找我哥哥去。忠义在这摆着呢。张飞更甭说了，这么大的能耐，在刘备手底下大半辈子就是跟着这一万多兵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这批人，东征西讨啊，打一仗败一仗，打一仗败一仗，一直赤壁之战之后，张飞才算缓上点儿来。如果说跟所有的其他的，不管哪路军阀，跟哪一家老板，他的待遇都会比这个强，但是就一直这样忍着。为什么呢？那是我哥哥，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得拿我哥哥放在心里。那么说刘备对得起他们哥俩吗？对得起。关张二弟死了之后，刘备就急了，给我兄弟我得报仇。诸葛亮告诉他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休养生息，咱们跟东吴别打仗，跟东吴和好，缓上来之后打魏。诸葛亮说的对吗？对。这一辈子诸葛亮说什么刘备都听，唯独这一次
没听。举全国之力，70万人马，打东吴报地仇，啊！我得给我兄弟把这仇报了。结果大家是知道，火烧连营7万里，白帝城托孤，那么大一刘备，江山社稷全了进去了。不为了别的，为的是忠义。有这样的兄弟，就有这样的哥哥。这个哥哥跟这个兄弟，他是相辅相成的，所以值得人尊敬。您看看瓦岗山，这几十位大爷。本身我也是说隋唐的，我不该背后的讲究人家。但是咱就事儿得说事儿啊。你看瓦岗山这些位，你除了王伯当，你除了单雄信，后来这些位，那都是墙头草啊，对吧？这不都跟人李世民跑了吗？投降的时候都告诉了，为了天下的苍生，为了黎民百姓，都会说着呢，都会说着呢啊！咱就说一个人，秦琼，秦二爷是隋唐的书胆呢，对吧？你等我说隋唐时，我再跟秦琼道歉啊。咱得讲理，关键是，对吧？马踏黄河两岸，先打山东3州6府72家唐官。交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，好词儿都是秦二爷身上的。这个专诸孟尝，一个是对老娘好，一个是对朋友好。啊，专诸，专诸横啊，专诸刺王僚吗？刺客，很厉害，在街上无论跟谁打架啊，也打的都不行了，老太太喊一声就回来。老怕哪看老太太没喊，让儿媳妇去拿我拐棍去，到那儿拐棍一晃悠。他就回来了，就这么孝顺啊。孟尝那甭说了，孟尝君嘛，3000门客呀，不管你是干嘛的，上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吃饭。孟尝君跟人聊天的时候，屏风后边老有人拿笔记聊天啊，这前面得聊家住哪儿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，后边都记下来。聊完天到后来一看这单子，哦，这桌住的什么什么地方，家里不好，打发人去给家送钱去，交朋友嘛。孟尝君，那一块吃饭，有一主啊，坐那地儿啊，有人挡着光了，这主也小心眼儿，是不是我这个饭没有别人的好啊？是不是我这个菜不灵啊？啊，站起身来一拽咧子，我不吃了。你这胃口吃的也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，站起来要走，孟尝君过来了，您看看我这份儿，跟您那一样，咱们不分贵贱。正嘴的这个拔出宝剑来，给自个儿切开死了。为什么呀？谢罪，我不该这样做。你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来的人更多了。为什么家里3000食客？那是一个谎数，只多不少。所以天下人都说交朋友得说孟尝君。隋唐是拿这两位比秦二爷，啊，交友赛孟尝，孝母死专诸。四专诸他做到了，秦二爷对老娘那这份儿没得说。那您这个赛孟尝做到了没有呢？哎呀，这就两说着啊。隋唐里边谁对秦二爷最好？单雄信。单雄信，你荡剑卖马落魄天涯的时候谁管你？单雄信呢？你老太太过生日，天下来这么多人给你妈祝寿，是因为你吗？那是人单雄信的朋友啊，对不对啊？打瓦岗山散了之后，谁收留你？单雄信呐，把你留在了洛阳。李世民上洛阳挖你来，明知道带你走以后不会回来了，单雄信都没说你不能走。人家仁义道德呀，对不对？那您最后呢？对不对？你到了大唐之后带人马扭回头来就打洛阳啊，你可以说亡命在身，但是从朋友角度出发，您不让人寒心吗？对吧？单雄信锁五龙，最后在发场上要砍头了，单五爷举着这杯酒来回找我那秦二哥呢，您不在，死尸倒地，你才回来跪那儿哭。你可以说是
徐姬徐茂公安排你出去有公干，那不是你们设计好了的吗？对不对呀？在说相声这后台里管这您这叫玩人呐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啊。你们没有做到朋友的这个职责，你们谈不到忠义二字，但是人家桃园兄弟做到了。刘关张为什么京剧一唱戏唱这个仨人的故事搁在一块儿，一贴着回目就是大型京剧，叫什么生死桃园，异性有情非异性，同胞未亡同胞，说的就是这个啊。这也是说三国不容易的地方，你得给人说出情来，你得给人掰扯清楚了。你光说说仨人跟这夸，哥一头站起来，你是我哥哥，你是兄弟，那管个六啊，是不是啊？今天哥仨掰了把子了，打这儿起跟亲哥们一样。接下来要谈论的就是天下大事。现如今朝廷荒淫无道，百姓们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尤其是刘玄德身为汉室后裔，我有理由匡扶社稷，恢复大汉的河山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这不是朝廷招人吗？咱们得献自个儿的一份力量。张飞说好，我这儿有钱啊，咱们多招人，别光咱哥仨出去打仗，咱们也招点人来，看看能招多少。来俩客商啊，中山府的大客商，哎，一苏先生一张先生，这两位平时跟张飞不错，说您这几位要干大事儿。对，要干大事儿。好，我们来赞助来了。原文上有这两位啊，拿了500两金银，送了50匹高头大马，又给拿了1000斤的铁。拿铁干嘛呀？打兵刃呐。你不能拿铁你给人弄到外边卖了去，这不太好。有铁咱卖废铁去吧。那也不是桃园结义，那也来仨说相声的这啊。哎呀，准备有铁了，可以了，打兵刃吧。刘玄德打的双股剑，也叫鸳鸯剑，两口剑。刘大爷这武术反正比我强点呀，不是那哥俩厉害，尤其是关二爷打造了青龙偃月刀，有个别名叫冷艳锯，冰冷的冷，艳是风色的艳啊，锯就是呲啦呲啦那个锯。哎，冷艳锯啊，多沉的，82斤，这不容易啊，各位啊，您算算，82斤，你在手里还得拿着，你拿着就不容易啊，还得打仗。张翼德呢，哎，丈八蛇矛，打这儿起，天天的，哎，哥仨练武，完事儿呢，也召集这些个有共同目标的人，咱们一块儿，啊，匡扶社稷，人的名儿树的影儿，这一放出风去，陆陆续续的。来人了，咱们简短截说，时间不长，他们手下大概就有500来人了。说这回行了，咱仨可不是光杆司令了啊！带着这500多人，投军报效，攻打黄巾。这个打黄巾军呢，在咱们这书里边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，他只是通过他来奠定了刘关张的基础。书要简言。在打黄巾的过程当中，刘关张经历了30多场战斗。那么最后朝廷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平定黄巾起义，按功封赏，刘备也得了一个官儿，但是这个官儿不大，中山府安喜县的县尉。安喜县现在河北定县。县尉啊，当一县官，按说是不大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呀，这也是朝廷正式的任命。好，去吧，哥仨到这儿来了。
但是到了任上之后，刘玄德就发现这个安喜县有点问题，因为之前呢，这个县官啊有点爱财，老百姓这日子过得呢也挺苦，所以自己心里说，我不能像他似的，我得对得起百姓。来了之后，先别上任，先带着这哥俩明察暗访，把县里的情况全摸透了，然后打这儿起整顿吏治，让百姓们安居乐业。咱们简单的来说，大概三个来月，安喜县太平下来了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老百姓现在愿意跟官站在一个位置上了。早先是看着衙门口人就恨得很，现在老百姓踏实了，哎，拿官真当成自己的父母，这个就很难得。三个月多，不到四个月，这天突然间打上司衙门来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往前一递，刘玄德接的手里边倒吸一口冷气，才引出来鞭打毒油。